我是霓凰玉文姐妹。那这就是我妈妈，就像我妈妈说的，那刚开始是这两个是我的小孩。那刚开始是带我大女儿，就是参加儿童牌，到一位姐妹他们家参加儿童牌，就还有参加主日。可是我是从来不去参加的。对，那时候是也不认识主，然后对主就是不了解。那后来在大概慢慢的就是小朋友我女儿去参加主日啊，还是参加儿童牌回来，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跟我说：“哦，主耶稣。”对，他会呼喊主名，然后我就听不懂，我就不觉得为什么要呼喊主耶稣。对，那再来就是他还会问我说：“啊，妈妈，你知道这个主耶稣在哪里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那他跟我说：“在我们的心里。”对，那就是因为这样，然后有时候我如果带他回去，看到妈妈会教他唱儿童诗歌，他非常认真的在练习唱歌，听着 MP3 就这样子唱，那我就觉得，怎么会感觉让我感觉到好奇，就说，怎么这么小小朋友他会对主耶稣这么渴慕的心，非常虔诚这样，那于是我就拨空了，我就想说，好吧，那我就去看看。那我就跟他们开始，好像妈妈刚刚讲说什么要开，她自己有负担，想要做儿童牌，然后说我不愿意。其实我已经忘了这一段，我根本不知道我这样子陪伴她，对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，然后是现在跟我讲才知道，原来是我有拒绝过。那后来就是就好，反正我就很好奇，我就还是跟着去参加儿童牌，那还有参加主日。那刚开始我就是看着心态而已。然后我就发现说，后来我常去主日之后，我发现那个在主日里面的小朋友，可能已经国小三四年级啊，四年级，为什么会跟我在外面看到的小朋友不一样？然后后来我知道他们是从小就过的教会生活，那我心里非常的羡慕，我想说，我希望我两个小朋友以后长大的时候也可以像他们这样，那后来就非常就是都会来参加主日啊，这样，然后还有刚好在明慧节。陪伴下就会陪我读经，那终于我就是，在去年底，就是98年底的我们埔子市教会的一个福音聚会里，我就得救受浸了。那就是希望说，家家都可以开儿童牌，就是人人都可以做儿童牌。那儿子这么小上十六岁，哈哈哈哈哈。Bye.